A few moments later.是危险驾车行为，遭后方车辆行车记录器录下并检举。啊，本分局接获检举后，依照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3条一项一款，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方危险方式驾车，举发，啊，处新台币6000元至24000元以下罚款，共计举发2件。经查，该车车牌为注销号牌，许姓驾驶为地检发布的通缉犯，同人立即实施拦查，该车拒检逃逸，最后在中央路与中山路路口发生擦撞翻车，许姓驾驶没有受伤，酒测值超标。通缉犯，大家全力跑了，我们看病的。还是你？不要叫。通缉犯想要抓你倒来。这边就是小可挂药。我搞转弯都无怕红灯哎。证件对上，没有驾照哈、哦，没有驾照哈、哦。你要快点，我要去看医生。我去哪看医生？不会。为什么啊？你是不是通缉？我没有啊。7月29，毒品。来，诸位，等一下他要靠我，带我去看医生。OK， 毒品通缉犯，三项全力。好了，我们看病的。你不知道啊？我跟你讲，你现在涉嫌的是毒品通缉哦。你看病啊？你在病，但是你毒品通缉，阮想要抓你倒来。这边就是小可挂药。挂药？挂药？我就想挂药，所以到尾十几座我去看医生。我搞转弯都无拍红灯诶。不会，为什么啊？你是不是同居？我没啊。7月29，毒品。我中奖的啊，怪你都不同意啊。对对。我到林木啊，还讲我没等你啊。啊，无怪啊，欢迎调配哦，你当然没收到啊。你没收到啊。哦。通缉犯，三项全力。好了，我们看病的。不是你，通缉犯想要抓你倒来。这边就是小可挂药。